觉得这样比较自然。刚刚有人网友说想听张志成唱歌，哎，想听不是来 Legacy 啊？我十一月五号嘛，是的，现场我会现在要唱吗？现在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偷偷的清唱个几句啊。有人说有人要点歌，哎，点上台语歌，哎，张志成会唱台语歌吗？谁？那个是谁？那个已经刚洗过去了，洗白洗过去了，不知道是哪一位。Tony，你刚刚点 Tony， 你刚刚点台语歌吗？是吗？你要回答我们吗？唱 Gay Out，随缘。Gay Out 是你有唱过吗？为什么大家都要点 Gay Out？ 我没有唱过 Gay Out。Gay Out， 哎，给我几句。Gay Out 怎么唱啊？哎，啊，乌吉里兰那老，乌吉里兰。那老，你的 key 在哪里啊？哥不知道你的 key 啊，被你拉走了。哎，我不能跟 R&B 小王子比啊，怎么可以跟你比呢？我觉得唱的最好的是江蕙姐，啊，江蕙姐不敢超越。那你有什么没办法超越？那你有什么台语歌不错的有没有？我最有名的成名曲就是《随缘》啊，随缘，哎，真的还有那点随缘，随缘，我有唱过随缘、啊。舞女龙虾，是啊，你有唱过舞女这首歌吗？舞女真的没有，哦，那是小 S 吧？哦，我唱的是随缘啊，就是陈雷那首。无言无言，这一切随缘。完了，嗯，就唱到这里。好好像哦，有台语有没有？哇，真的很好听哎！哎，你模仿的很像哎，所以刚刚那是用 R&B 的唱法在唱法。没有，那个是台语腔。没有，你可以用 R&B 的方式来唱一下台语，可以吗？用刚刚那一首，给那一首来一下。无缘无缘，这一切万事拢放好主人。很怪耶，哦，好怪，是很 R， 很 R， 很 R， 非常的 R。好啦，好赞呐！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？现在赶快问，不然你待会就来不及问了。不然他现在一写东西的话呢，我想着他又要开始坐在那边跟我聊天。我觉得我拥有它的话就自己随便。好啊，我们最后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吧，因为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，有网友要问他什么问题啊？有没有？刚刚有很多人说要听你清唱，哎，要不要唱一下？我已经唱过了，算没有啦，刚刚是唱随缘啊，我们现在唱一下金玉堂里面的歌曲啊。再见是最好的金玉良言。一句好了，才一句啊！我等一下要去录影，要唱五首歌。哦，他待会要唱五首歌，让我休息一下好了，所以他现在有清唱，所以听不够的人赶快去。说思念太丢脸，说明天太冒险，除非我们还有机会破镜重圆。唱到这边呢，哇，非常的好。然后如果呢还听不够的朋友们呢，记得11月5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钟吗？对，在 Legacy， 在 Legacy 好不好？张志成会在那边跟你见面好不好？所有的消息可以就到我们的皮克邦或者是我官方的那个部落格，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消息。跟如果不懂的话问我的歌迷，他们都会帮你们做。对，或者是啊，新消息，是的、嗯，好不好？那么最后我们跟网友说声拜拜了，然后要拿好康的东西，别忘了要去娱乐玩，锁定好康送，没错，好送，好，那我们跟网友说声拜拜喽，拜拜，今天节目结束了，拜拜，很多人说星期六见哦，那就星期六见，不见不散哦。